哇，今天又拿到这个莲米镇坑这边，然后前一个礼拜我放了差不多3个那个猪肺在这里面，然后今天过来给它盘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吧。但是大潮涨，太阳还没出来呢，赶海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起早贪黑的，哇！ 这个抽猪机都准备好了，然后拿过来都累的，我坐在这边穿衣服，话都做不好了。啊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，那我们开盘吧，话不多说，开盘。来来来，期待今天收获多多啊！哇，猪抽完了，这猪冠给它拿起来收起来，我差点醉倒。然后。 刚刚发现今天手套忘记带，赶紧先找我不管。哇，这边好滑啊！哇，这个白米村那边的镇坑好久没过来了，差不多应该有个把月了吧。哇，哎，嘿，这十几公我先抓，嘿嘿看到十几公我就高兴，这最好抓了。给他说，哎，这边，哇，这个，哎，呵。 还有这，你看会一撮一撮的，嚯、哦，海胆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这个好久没捡到过了，好久，我好像就捡到过2次还是3次，就是在那个半岛。啊，这边今天怎么会有海胆？可以呀，这让它下来。哎，哇，十几公，嘿嘿，这个十几公最好抓了，一抓一个准。 哎，我小鱼仔应该是那种小鲫鱼吧？嘿，19公，哇，今天这19公个头也可以。这边我看到一只货，哦，大石头蟹，嘿，可以，这只石头蟹可以，哇，挺肥的，母的，普通话不标准，大家不要见怪，个头也可以给它收了起来。哎，哇。 哎，哦，这个是19公可以带，刚才那我还以为是刚才那条石头鱼呢，收了。哎，又一个海胆，哦，这海胆我不知道什么是，它会是石头，我不知道什么是，反正先给它带回去吧，到时候叫我老婆看会不会做，就先带回去了，不管了，赶紧先找货，哎。 哎，有货！哎，哇，嘿，哦，哇，不好抓，没戴手套，我不敢越力抓。哇，我刚才底下好像还摸到一条什么？喂，包青天，这条是包青天。哇，这个值钱啊，这个最近挺值钱的，这个。 这一条应该可以卖个100多到200吧，可以，这一次差不多就有1斤重，给它走了，1斤多吧。我刚才好像还摸到什么，哦，在这边，哦，哎，啊，按住，哦，鲨鱼啊，哇，嚯，这条鲨鱼可以，嘿，嚯，983的老大，比我小，不是比我大，走出来。 我自己都不相信，赶紧再找货去。哦啊！我手被扎了。哦，19公，幸好是19公。这一圈一圈的，今天鱼抽的比较干，这上面的都被我抽干了。哇！哎，看到鱼条，可以。哦。来吧，乌头，哇，这是乌头，小乌头，嘴巴一张一张的，哇，这乌头的嘴巴确实漂亮，就像那个抹了口红一样，给它先做了再做。喂，我还以为你连连的，怎么感觉没什么活力，到土里面那么活力？你在欺负我吧？ 哎，哇，海蛎螺可以，有肉给它收了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哇，都有了，有了，可以可以。哇，今天这边怎么海胆给跑进来了？哦，你看吸着石头，应该是前段时间，然后风比较大打进来的吧。收了收了，再收。哇，这边，哇，嘿嘿，我看你吸的这么紧，我都不忍心把你拉下来。 要是不拉下来的话，大球又没得吃。看，葫芦可以可以，赶紧走了。哇，这边，对，19个，哦，哇，这是大，嘿嘿，有没远的，镜头。哇，这边，哇，这个海里螺大，有没有比我拳头大？嘿，可以，走了。哇！吓我一跳！大鲨鱼，哦，它一起来就这样子，嘴巴一张一张的。大鲨鱼，可以，这条可以。哦，跟大熊一家，可以卖个好价钱，差不多有个1斤应该是有的，差不多1斤应该是有的。哦，别打架，轻点。哦、这垃圾要给它带走，塑料千万。 要带走，我力所能及的带。好了，那赶紧也找了一大圈了，那赶紧我们看一下收获就回去了。哇，早上出来还没吃饭呢，现在肚子都扁了。家人们都说，应该我这段时间胖了很多吧，因为伙食比较好。那好了，我们看收获，走。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今天特别转了，看哇，收获多，连许久未见的海胆都被我捡到了，嚯，乱七八糟的好多，就不都倒出来了。这个看一下就可以。哎呀，两次鲨鱼，这一次差不多就有1斤吧，1斤应该是有了。然后两次的话，加起来大概200多，应该没问题了，1斤100多。然后这种的小的应该1斤差不多，1斤左右的差不多1斤120吧。我去两条赚它240。 然后这次给力，差不多包青天可以卖个一条就能吃个200吧，啊，400多，哇，这可以啊！还有这些海蛎螺跟螃蟹这些小的加起来，我赚它几只会应该是有了500到手了，可以。这个白米琼崖下面的连米真坑啊，就当个猪肺，引来这么多海货。 还有以来我这许久未见的海货，哇，这个是可能有一年没捡到了，今天被我捡到了，可以就赚个500多吧，那可以，那赶紧抓紧这个拿回去卖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家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，打点嘴。